来，朱比卡兄弟广利白这两天的小窝，跟以前都一样哎哈，没怎么变。开箱我的行李箱有点看，我就知影我的钓具炸偌少的。将，那钓具就这样，一卡两卡钓竿，卷线器在里面。我今晚咪来得抢零去，我靠，还得让钓鱼啊，但这个无两天，失望啊，他很失望。我之前钓了两天，来这边钓是一个小沙滩嘛，袂歹啦，还不看有冷气，有一点点在钓鱼啊。哇！高大地、沙地，这房间的特色是这個，这 Kiri 哦，这刚刚是一个地下室有无？但是你行落来咧，嘿，这是咱的浴室啦吼，是一个地窖来对无？我的房间导览结束，每一个房间弄一个特色就是弄一支钢管，你若吼食饱上用，会当直接跳钢管，跳跳就直接倒来困，拄啊好。我的目的嘛非常的简单，又去抓野林，我就去钓我鱼啊，完全不冲突，好不好？你若是爱钓鱼的，从龟口找出来佚佗的，恁在这个所在应该无啥会冤家啦，因为各自耍的物件拢该好耍。各位，我把我的钓具类的东西拢放在外口，走走的，行落来浪底啊，有无？十公尺，钓鱼人的小天堂。我这凉亭这旁有点大、啊，你放物件的设计要不要练落？这所在因为我来过，我知影这在旁边拢是钓一挂小根鱼啊、花枝啊、小软丝啊，拢无摕到啥物重装备啊，就是一挂轻便然后好携带的铝竿 ，A 标铝竿，直柄 S66L， 五站，还属于这旁钓竿扎啦，可能会难袂。我之前这支竿啊，佫毋捌伫台湾用过，第一届是马来西亚，第二届是泰国啊，我来炸两周了。岸边小高高主，带我 assist。2500，现在市场报远0.8号，前手线挖被加，也许3号以内吧。带各位导览一下，这凉亭其实都是共用的啦，你要来也是可以来。之前叫不够一个吊床有没有？啊，我就伫遮咧钓啊，伫遮钓到唔正惊呀，你看这边边就有很多鱼了。出来了，按摩的地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金北大港桃园湖人的按摩，反正就是看着这个海啦，听着海浪声，笑到一条啊海波浪哎。那你们看一下价钱，非常便宜哦，这边已经比曼谷还要贵了，跟台湾比还是很便宜，400、600、800应该是2点钟的吧。真的很有度假感，很爽。走了，哥。420号房。机场那个很烫，现在很烫。现在烫下去，你会听到吱吱吱的声音，整上八米。啊，这也可以坐在这啊，只是现在没有人会想要坐啦，想坐啊，暗时啊就坐墙纸。各位看，这是我们的吧台哦，这边也是很棒的，有沙发、看台啊、刷点哦。旁边就是游泳池，有没有？要游泳还是要来浸水了？要浸，大枪在咧转。这就是我暗泡的所在，这小水鱼也一堆。坐船外出采买了。阮住的这个度假村叫做 Captain Hook 虎克船长。你若要去岛上其他的所在，另外唯一的方式就是行水路。哇，这水位很低呢，水比纸还热呢，2点半。我们的车来了，双排车。岛上的干嘛点？抱着一只猫。今天来狗舞岛吗？来家，实在是太赞了，又来回味一下。就是叫海边这种南国，南暖的时候。
在这种地方120-140，很便宜。遇到了同伴，之前没这个沙洲哎。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来看我的背景。嗯，啊，若出现一块沙洲，本家安尼啊，退潮退落，剩一条流沟而已。流沟里面是也有鱼啊，我看到一只好大只的河豚，我操！水浅成这样的，刚刚拍一点而已。没关系，晚点再看看，我要先吃饭了。第一道菜来了。吐司，然后里面是海鲜馅料。啊，很爽啊！嗯，来度假的可以哈。对，可以，很可以。哇，菜也太多了吧！哇，各位，这就是湾的吧台，可以点饮料的吧台。我乖嘞，两个小姐在那里饮饮料。而且这边可以先赊账，你想点几杯都可以，最后一天付就可以了。真给别领了的呀，随便你点，爱怎么点怎么点，反正最后再结账。看起来好吃吗？不好吃，看起来很清淡。看、你家在外面钓鱼啊？哈！我靠，懂得天花板，你看钓竿在这。饮料在这前面就掉了。哦，这石头会滑呢。泰国的第一杆 ，GAP， 我们给它架吧。之前来不是拼沙洲，就卖鱼鸡吧，大量鱼鸡，礁石边看有没有货。哦，中鱼！呼呼，第一只是什么？超级无敌迷你，这是什么？我哥看不，想阿。掉了！太高位，第一只鱼啊，变成无去钓，好吧、哦？下去就吃了。中鱼！哦，地嘎地嘎地嘎！呼呼，这是什么？红铁甲。啊？红铁甲。哦，好刺哦，它好刺哦。好红哦，它蛮可爱的哎。对啊，去吧，泰国的第一只鱼，剃嘎。那什么东西？超恶心的。那是火的吗？火的，他妈在动哎。那是什么啊？不知道。哎呦，那什么东西？而且你看哦，这样拉起来的时候它会变细，你看。这是火的吗？不是吧？真的啊，它刚才在爬。哎呦，果冻，它是果冻。它也在动啊，你看，也在动啊。什么鬼东西？有点东西。中鱼啊！干掉，蛮好跳啊，就跳石头缝。中鱼，哦，有分量哦。这是地嘎，不是，又是。好，你放开，你放开，应该没了。肥滋滋的铁甲，去吧，小孩。哦，飞象。全部都是这个哎，怎么这边变铁甲岛了？耶！石头堆里面跳底，就一堆东西会咬。但是嘛，这有可能钓鱼。哦，一箱，呜呼！铁甲超沙咬哎，哦，真的很粗哎。
对啊，这蛮大的。冻鱼。很漂亮。冻鱼。哇塞，就戳一下就流血，而且好麻哦。欸，很滑哦。他很屌欸，他都不会滑欸，我刚走下去差点摔死了。你是三枪起风了呢，鱼要进来了。哦，中鱼。九高缸啊，Thank you， 生日礼物啊？是的，生日快乐！谢啦。差不多一点而已啊。有备而来，连头灯都带了，各种保提卡。听音乐，喝饮料，钓鱼，去不去啊？去爆了！哦，狂追狂追，再闹他们一次。小耳已经咬爆了，哦，一整群的，一整群的 cut， 嘎给自己，嘎给自己。小哥哥，哦，有兴趣，有兴趣。他在洗手了，他在洗手，准备要用餐的，你要稍微动一下，动一下。干，他是夹线哦，他夹线，哦，你快成功了，你快成功了，哦，钓到了。掉了吗？掉下去了，吓到了。然后想说这只虫怎么力量那么大？史上最浪漫的钓鱼。哦，咬了。这么多鱼，总有一两只北七左钩吧？哦，下去就咬了，终于。什么东西？看，怎么又是这个啊？妈的！你要丢到暗暗的地方，超咬的。敢勾不倒一点，变成当替嘎倒了。中，好，抽哎。哦，拍呢，鼠斑啊，哇，干蛮大的。选公马不盖多家，但是你就趁的场域，对我这应该是没赖啊。哦，哇，干最香超，不一样。哇，都是石斑，玳瑁石斑，哦，蛮大只的，豹纹。以前他抱我尿。嗯，芒果冰沙饮料。头前你看到拢变成一个铅片，一个沙包无？看我之前来，无这个沙包，应该拢淤积淤沙淤起来啊。所以菌啊，切了了可劳。就变成头前一条小水道，会当蒙钓啦，是免惊钓无，即个所在鱼仔太侪，无可能钓无，只是讲会变到无好钓，而且鱼种嘛变少。飞机机大家嘛是赶快给我提供免费载客船钓的服务，明仔载我就是要来坐度假村提供的另一个服务，再来给钓鱼，就上来咯。